多数人最害怕的疾病就是癌症，你认同吗？卫福部2021年6月公布最新2020年国人十大死因排行榜，癌症仍然位居榜首，蝉联39年国人死因的第一名。在大家都对癌症感到害怕恐惧的时候，您能为自己做些什么事前准备呢？是做好生前规划，写好遗嘱，还是相信自己不会这么巧得到癌症？健康是人类恒久的追求，如何不生病少生病是人们一直关注的话题。现代医学证明，除外伤之外，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与基因有关。基因储存住生命的种族、血型、孕育、生长、凋亡等过程的全部资讯。通过基因检测，可以优化营养物质摄入方案、常规体检方案，做好健康管理，预测患病风险，主动调节外因，降低患病风险。基因检测就跟买保单一样，有如护身符，可以伴你一生，让你清楚知道如何照料自己的身体，维持健康。基因检测也很像一本生命指南手册，当您阅读这本手册，你就越清楚该如何趋吉避凶，提高自己的生活。如果真的不幸罹患癌症之后，对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是否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？长弓生化科技提供您的主动积极防御癌症的武器。精准化疗药基因检测可以让人一次性了解26类化疗药对您的适用性资讯，这就跟作战手册一样，能协助您共同抵御癌症。